师傅，你呢身造型衬埋个木屐，真系好，好专业嘅咧。我铺砖知成一格，你话咧？格格唔同，啲砖仲砌到歪嚟歪斜。你识唔识噶？你有冇牌噶？咩牌嘅咧？系建造业议会嘅铺瓦工中级工艺测试证明书啊！师傅嘅工艺技术要达到一定水平，同埋通过埋香港建造业工艺测试中心嘅中级工艺测试先会攞到噶。户主同装修公司雇主都知啦，同我冇鞋玩剧走。香港建造业工艺测试中心就好似建造业界嘅考试局，为建造业界提供独立及可靠嘅工艺技术评核服务。所以成功考到中工牌的师傅，他们的工艺技术都有一定保证的。师傅要考到这个铺瓦工中工牌就要做到。装修唔好得把口，有牌保证系高手。